建蛋的同一个时间点跟台湾人认同创新高的这个时间点，对岸在干嘛呢？飞机还是一直来哦，昨天又来了，昨天五架次啊，对比周末的那个十五架次，这个算是客气一点了 ，OK， 但是没有停过。同一个时间点，共军现在演习持续进行中，央视公布了这些画面啦，什么野马级的气垫登陆艇，好进行。登陆嘛，你想要登陆哪里？自己想，在南海就在南海，哦，两艘哦，多艘两栖登陆舰进行实战化的演练，是实战的，用抢滩方式登陆，哦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同一个时间点还发生了什么事？美军昨天侦察机，当然这个是那个南海感知公布的，不一定是真的，好，哦，先说。但是如果是真的话，美军的蛟龙夫人，就他们讲 Dragon Lady 一个侦察机往台湾的东边，这个路线看起来贴得非常近，欸，它上面的这个如果依这个公里数是 22.5 公里，欸，很近，欸，往台湾东边贴近着飞。我先请教创下大哥，这一连串的事情包括昨天公布万箭弹的时间点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美国飞过来那个是我们最熟悉的黑猫中队 U2 的侦察机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万箭弹在这个时候就秀给你看，嗯，这个是代表台美的共同默契。哦，然后奥斯汀就新的国防部长讲的，嗯，只要你敢威胁侵略台湾，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首先先讲 U2 是什么 ？U2 是1958年美国横空出世的科技，到现在为止，它现在的侦察能力，嗯，它当时一出来的时候，在一扫描8个小时之内，可以把美国的本土全部都扫过。而且扫过一小时之内，美国本土都可以扫完，一扫一次，整个加州看得清清楚楚，清楚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我在看报纸说，习近平最近又说企业要爱党爱国，头版头条，他在上面就看到了，真的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是1958年，美国就横空出世，美国得知那个最重要的侦察机，但后面还有更多。但是它在出来的时候，过去在冷战最尖锐的时候，嗯，当你苏联开始发展氢弹、试爆核子弹、发射卫星和火箭。当你中国在罗布泊试射飞弹核弹的时候，嗯，还有古巴危机 U2 都出来了。而都出来的时候，为什么 U2 要特别的？它就可以直接去侦测，因为中国现在在南海军演嘛，嗯嗯，东海为什么要特别飞过台湾，让你给看？而且离很近，欸，而且它飞过来的时候，它之前呢，它是高空可以到15000公尺以上。为什么飞过来之前打开敌我识别器，让大家都知道我来了？哦，在台湾这边，敌我识别器 U2 跟我们台湾关系最密切啊，我们的黑猫中队啊，在台美协防的期间，嗯，整个形势最紧张的时候 U2 就来了，所以他是故意飞台湾，我们的 U2， 所以 U2 现在已经不是很强大的侦察机，但是它的历史意义、象征意义，就是美国还站在台湾这一边。那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这样子？那为什么会出动 U2？ 因为在前一天23号的时候，他们就欺负嘛，你拜登呢上任之后很少讲话。好像体力不好，好像对中国没有什么讲到话，然后呢，已读不回，对不对？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打电话给习近平，所以呢，他们那一天出动了13架，对，而那13架里面8架运轰6K， 那是轰炸机，4架的那个歼16，这加起来还有1架的是空中指挥平台，那是作战编组。哦，它是不是像就运8来飞飞？中国故意的是作战编组，所以美国的国务院才会发表声明。做一个明确的指责，他指责说24号他还继续加大，对，变成是15架，对，然后是歼16、歼10都出来了，还是来个作战编组，就告诉你说我随时都可以炸掉你就对了。对，他是一个实战的空战编组了，已经不是那种骚扰编组。哦，所以美国呢 U2 就告诉飞过来了，那飞过来之后就说好，那你以为台湾是吃素的吗？
所以我们的万箭弹就拿出来了。万箭弹我们讲了很多次，不只是说它可以射程200公里，只要飞在台海中线，只要在台海上空直接打过去，你的第二波，你的第一次的作战编组出来了，剩下来你在福建、浙江、广东那些机场，我就开始轰炸你，让你第二波飞机上不来。那你这边上来这架，你真的想作战，你要战变作战，就告诉他这个。第二个呢，他又拿出了他们的野牛气垫船、野马气垫船嘛。野牛是苏联的，他们在抄立项工程，在抄出来叫野马。但是呢，我们万箭弹第一次实弹射击应该是2016年吧。他还告诉我说他可以做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他不只是飞到那边去炸你跑道，他是炸船团。万箭弹一出来之后，子母弹一撒，这个周围的好几个足球场上面那个小炸弹一路的炸下去，你那个气垫船刚好一颗一下去就把你给炸掉了。所以那个野马也抵不过万箭弹就对了。因为万箭弹如果可以攻击对岸，没有什么登陆的问题，没有什么登陆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会做这些状况？就告诉习近平说，你还是先管你的内政一样，跟拜登一样，我很危险的事情，你少管一点比较好。